每每情歌 MV 总有大咖女星助阵的情歌王子光良、季桂纶镁、萧淑慎、陈曦等等实力派女星之后，最新主打歌《回忆里的疯狂》找来陈怡蓉担纲女主角。今天我们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一整天呢算是在谈恋爱吧。是。第一次见面就可以谈恋爱，是不是很羡慕呢？但是呢，这次是我要谢谢陈同学特别来，跨刀在我的新歌《回忆里的疯狂》这首歌的 MV 帮我演我的女主角，非常的荣幸，谢谢你。《回忆里的疯狂》讲述了对光良有好感的陈怡蓉陪着失恋的他到处拍照寻觅过往遗憾及回忆，最后男友发现最好的风景原来就在身边。 MV 最后高潮安排光良从背后熊抱陈怡蓉，为友情升华成爱情画下完美句号。有趣的是，首次合作就需要亲密接触的熊抱，光良差一点点就碰到陈怡蓉的胸部，险些背上咸猪手的名声。再没做过谁门前的等候，几次爱过越伤过越不回头，我已不是